前面是一个游乐场。哎呦，我好像距离自己的家乡是越来越远了。哎呀，现在是有点渴了。瑞典这个地方有一个不好的地方，就在什么呢？就是它没有这个接水的地方。哎，这是一只什么鸟？这是一只鸡吗？它在那儿吃东西。把这做了，来。